悲为怀，济世救人的精神理念。所以近年来，为了落实社区的关怀，尊师睦邻，那么而成立的这个队伍，那么慈济祥龙会啊，简称为慈龙会，它的成员都是由我们慈济的志工秉持着善人和和互协的理念组织而成的。它的功能希望能够带给社区活动啊一个热闹气氛的元素之外，更希望借由祥龙献瑞祈求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没有灾难。慈济的这个慈龙会，他们成立有已经五六年了，也常常到各个社区啊来参加这些庆祝的活动。
掌声，谢谢，谢谢我们慈济的慈龙会所带来的啊，所谓的慈龙护佑保平安。那刚刚啊，他们的领会有跟我讲，他们将来拿到红包之后，他们还会把红包再捐赠给我们的这个车站的古迹协会。哦，请这样，请加感心。好，接着我们第二个队伍是由我们福田国小所带来的四股的表演。好，开始。来，来宾，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福田国小。也谢谢我们福田国小的江启玉校长带队前来。看过了鼓的表演，接下来就是福田的双狮。他们的双狮在历次的比赛里面几乎都是独占前三名啊。谢谢我们福田国小的狮鼓队的表演。接下来是清江国小植穗营，
他们今天出来了四只狮子了。先将国小十岁营，他们在前不久台北市举办的教育杯小学这个武艺的这个竞赛里面，得到过两面金牌，一面银牌，可以说是成绩非常非常的优秀哦。这个狮头很重哎，他们都是小学生哦，很不容易哦。好，接下来我们福田两只狮子在上台，看看他要帮我们呈现什么，请各位来宾注意看哦。百年一战，风华再现。我们再次谢谢福田国小跟清江国小他们两个学校的这个新师团所带来的这个祝福啊，祥狮献瑞，开极光，谢谢。来，我们现在这个六条狮子呢，要向到前面去了，要希望我们有六位贵宾啊，来把红包啊，这个给我们的这四只。这六只狮子啊，我们由我们台北市的陈副市长、台北市文化局田副局长、彰化县文化局陈文斌局长、台铁局的局长啊陆杰生陆局长，还有文化基金会
副执行长杨淑玲，还有我们的立委吴思瑶委员，谢谢，谢谢。我们这六至四字啊，六也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数字啊。好，谢谢。那各位我们北投的乡亲，以及各位我们台北市的市民，还有各位在座的我们台北市政府的长官，还有各位的贵宾，以及我们后面啊辛苦的媒体的记者小姐先生们，大家好，谢谢。啊，我是今天典礼活动的主持人李恒慧啊，很高兴今天再次的在这个地方拿主持棒，为我们新北投车站这个大喜之日啊，来主持这个活动，非常的谢谢。各位都知道吗？我们新北投车站成立于哪一年？哪一年诞生的？哪一年知道吗？1916年，对，我们是要有这样的手势哦，比出来了，是1916年的4月1号。今天也是几月几号？今天也是4月1号啊！它在1916年的4月1号诞生，那么经历了1937年的扩建，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游客越来越多，那个站体啊需要被扩建。那个时候啊，可以说车站也见证了，也开启了我们北投温泉产业的一个辉煌的年代。可是啊，到了1988年。因为哪一条线要建设，知道是哪一条线吗？捷运北淡线的建设，所以呢就被拆迁到哪里？到彰化的台湾民俗村，在那个地方落脚。也幸好有当时的李崇耀建筑师，还有我们施金山董事长，可以说是慧眼独具的，把这一座我们台北目前是硕果仅存的老车站把它保留下来。各位知道吗？多年来我们北投的乡亲、北投的民众们无不这个翘首期盼啊，盼什么知道吗？盼老车站跟我们的乡土情感有这么深厚连结的老车站，有一天他能够回到他的家乡北投，希望有一天他能够重新的再展现在各位市民的面前。今天他做到了，对不对？今天他又光华再现了。接下来我们要谢谢几位朋友拿了我们北投车站啊，我们新北投车站的这个4个代表性的石梯啊，各位可以看一下照片啊，太远的人看不到没关系，等一下里面或许还有这些资料可以看。首先是第一个1916年诞生的造建的时期，前面的人大家可以看得到，数一数那个时候的站体有几个老虎窗，来再拿高一点，对，再拿高一点，好，可以，好 ，OK， 好，有几个老虎窗？只有3个老虎窗，对不对？好，到了1937年代的一个扩建时期，因为游客增加太多了，站体呢又在加大加宽。好，各位数一数，一共有几个老虎窗？4个，答对了。到了1988年拆迁到彰化台湾民族村之后，就是变成刚刚的那个模样啊。虽然拆迁过去了，但是它的样子还是保持得不错。好，到了2017年，车站终于回来了。各位看到这张照片没有？好，看不到没关系，请各位抬头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一个真实的新北投车站的站体，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北投车站。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小朋友辛苦了，拿着手背砖号来，我们那边下面，来，我们掌声谢谢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帮我们抬出来了4个啊，这个实体的一个车站的演变啊，车站的演变。那其实啊，各位也都知道啊，这个车站啊，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把它重建起来，要很感谢有一家叫做智荣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那由于他们发挥了文化的大爱，也善尽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把这个车站无偿捐赠返还给我们台北市。那么真的哦，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风光的一个景象，非常谢谢他们。啊，也要感谢我们在地的一个协会八头里人协会，也很谢谢他们多年来的奔走，多年来的努力，还有我们在地的北投乡亲，很多的里长，很多的里民，那也都提出了啊这个这一方面啊，希望他能够回到北投的一个需求，那非常的谢谢。那最重要是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啊，感谢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还有相关局处的同仁，由于有大家的通力合作，这个车站才会很顺利的重建啊，开工跟启用，非常谢谢他们。未来我们这个车站会在这个地方发挥什么功能，知道吗？它可以发挥我们北投地区的人文、历史跟自然景观等等这些重要资讯的一个前哨站啊，很多游客来这里就可以第一手拿到我们北投地区的一些不管是历史文化和观光资料，哇，意义非常大。我还要再跟各位报告，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由政府跟民间代表公私协营，也透过很多的公民参与、公民去努力促成的这么样的一个古迹文化，能够一力重建，这在台湾是，各位知道吗？在台湾是首例耶，第一个例子，所以它的价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也是我们台北市民的骄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庆生的仪式，各位都知道，哎呦，抱歉，让两位老人家站太久了，这样还怎么恭敬不忘啊？光够方便的哦。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庆生的仪式，各位都知道，我们1916年4月1号开始建立到现在，有经过多少年了吗？去年的4月1号就是100年，对不对？现在的4月1号是他的多少岁？101岁，刚好今天就4月1号，刚好今天就是我们新北投车站的101岁的生日。我们很感谢主办单位邀请的三八岛宅爹两位百岁的耆老、百岁的人瑞，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一起来祝福我们的车站。首先第一位，好，首先第一位是高龄，各位猜猜看，101岁。101岁的陈福基老先生，满腔北台号，旁边有他的家人帮他们搀扶着，哎，哎，这一集哈，哎，北台号，谢谢。好，接着欢迎我们第二位是100岁的张王茶某女士，张王茶某女士来欢迎欢迎哦，慢慢来点，慢慢点。张王茶某女士刚是坐轮椅过来的，很难得，很难得。加甘心哦，加甘心，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陈副市长到上面来啊，献上我们所准备的新北投车站的音乐盒，送给我们陈福基老先生跟张王朝某女士，谢谢谢谢。等一下，我们贵宾席里面尽量能够坐着，要不然就把身体压低，要不然会挡到我们后面的镜头哈。来，我们看前面，我们来拍哈。好，谢谢谢谢。我们再一次恭喜我们两位老人家，是希望他们能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双全呐、啊！谢谢，看不起来，看不起来。谢谢，来，我来最佳的来哈，最佳的来哈，哎，这一把把它点哦，把它点，谢谢我们陈副市长哦，哇，陈副市长加感动哈，亲自牵着老人家的手下台哈，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哇，这一段是我们见证，我来，下阶梯要小心哈，旁边有人在帮忙一下，谢谢，把它点，把它点哈，谢
道吗？他们是跟我们的生产同年啊，生产同年。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的庆生仪式，庆生仪式。好，我们要请各位贵宾注意看台上会有哪些变化。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准备的寿桃，来欢度今天车站101岁的生日。来，寿桃升起，呼呼，哇！来，各位来宾跟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一个献身的活动啊，我们也邀请了两位老人家一起来祝福啊，也祝福我们车站真的是生日快乐，101岁哈、啊！我们真的很希望车站能够长长久久，能够长长久久，下一次再来欢度第二个100岁啊，第二个100岁。好，那这个好，接下来啊，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啊，我念到名字的贵宾，麻烦啊。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哦，跟大家挥挥手。好，首先介绍我们台北市政府陈景俊陈副市长，因为柯市长人在国外啊，还在出访当中。还有我们文化部的资源司林登新司长，哦，陈。哦，这写错了，陈东西了，对不起，对不起。好，还有这个彰化局文化局的陈文斌陈局长，谢谢陈局长啊。各位看过他吗？他是一个演员啊，很棒。他有大到、哦、导演演员，之前是演员，后来是导演啊。好，再来是我们台北市文化局的田伟田副局长，谢谢。我们一起介绍好了啊。对，我按照这个名单念好了，好，既然刚听到台铁了，我们台北局的陆局长，谢谢。好，再来台湾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哎，没有，没有，对不起啊，这个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务员会的陈世章副委。还有台北市北投区公所的区长陈明国陈局长，谢谢，谢谢北投区公所。再来台北市工程公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的副处长黄淑如黄副处长。好，再来立法院的吴思瑶委员，谢谢。再来台北市议会的议员何志伟何议员，还有谢维洲谢议员，还有潘维忠潘议员，哦，潘怀忠，对不起啊，对不起，好，潘怀忠，对对对对，好，陈慈惠陈议员，还有管碧林主委的办公室的主任陈林颂陈主任，好，谢谢，还有徐家威议员主任代为主席的肖俊明肖主任。好，还有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的杨淑玲杨副执行长，张一善张副执行长，还有文资委员张一全张委员，还有前台北市文化局长刘维公刘局长，就是刘局长那一年跟我们一起去彰化迎回的辛苦刘局长。好，再来台北市复兴高中的郑雅欢郑校长，北投国中的李淑珍李校长，长安里里长陈昌生陈里长，还有林泉里的里长陈慧华陈里长，温泉里的里长许志全许里长，中心里的里长陈立章陈里长。好，还有我们台湾乐曲民谣协会发起人我们陈明章老师，今天晚上有他的音乐会啊，明章老师在后面啊，谢谢谢谢陈明章老师。台北市报道联协会的林冠宏
还有这个北投文化基金会的詹武东董事长，还有北投文化基金会的医师洪德仁洪医师，还有赖哲君建筑师事务所的赖哲君建筑师，要非常谢谢赖建筑师今天让这个车站啊盖得这么漂亮啊。好，再来宜家营造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连家吕总经理，还有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周水美周理事长。好，再来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的秘书长王景顺。好，王秘书长，谢谢。如果我有漏掉的来宾，等我待会会找时间再做一个补充介绍。接下来赶快我们要请我们的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陈副市长来为大家致辞。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副市长，谢谢。
希望这个车站的冷库赶快成重建。我那时候就答应他们说，好，我尽量能够在百岁的时候能把车站赢回来。所以在五月的时候，我就跟社区所有的居民，包括所有的里，通通来开一个公听会，当场99.9%都认为说，我们可以接受移回来这边50公尺，建立我们大家心目中的一个车站，所以就这样把它建立起来。而且这也展现我们台北市政府的效率。我当初讲说，一百年中间一定的要把车站起好，一百年一定要把车站，让我们北投人一个新的愿望跟新的回忆。现在台北市政府还是你有所领导传递拢啊完成啊，安尼你们欢喜啊无？有吼，这就是台北市人的变心，这就是台北市的行动力、那活动力，嘛是社会所有人所期盼的。但是今日咱在座这么多人，讲一只那个庆祝，这中间的特质，我相信咱拢嘛同款。这中间的拖磨，咱拢有五万公，会当伫个所在，搁带动咱北投地区咧的观光、劳力、甲人气、甲会议，拢伫些啥？伫个所在咧，咱拢完全咧甲展现出来。我甲大家讲，我市长非常重视北投这所在建设，这是初步而已。咱百年的风华再现之驿站家，是头一个阶段。第二阶段，要甲大家讲。包括伊个月台、伊个轨道，甲拄只陆局长讲，伊个车头嘞，拢袂伫北投这个所在完完全原汁原味，要甲重现。因讲哎，好唔好？好唔好？这就是咧，予北投人感觉讲，这个所在是人重视的所在，这个所在是有历史甲文化的所在。所以除了这个所在要甲重建以外，咱要甲这个所在7000公园。甲咱对面，你甲看迄个北投公园，咱即马完全拢伫规划啊！要规划变成一个国际级的，个观光、温泉、泡汤、旅游、休闲、游戏一些所在。所以，这就是北投咱所有五万，阮台北市政府，阮所有局处，一定要让北投这地区咧，在大家期望、期盼之下咧，要重新，要再起。变成一个国际化，大家拢想要来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我再次代表着台北市政府，代表着我市长，把咱所有的用力出资出力，甲所有社会居民、市长协会，一个中表示感谢。感谢恁长期以来对这所在的热情跟疼爱，嘛感谢恁出资出力，把这所在大家期望中间的咱甲重建起来。你也看，昨落雨，今日好天，代表着讲，今日不是一寡团体讲，今日是愚人节，今日咧是咱所有的再生日，是予咱北投一百年来无中间的利用今日好天的所在，咱咪共同个建设，这会当共同找回咱北投人的记忆、的记忆、甲回忆。拄只迄个阿桑阿伯100公斤。我相信伊徛在台顶，看到讲，伊较早迄个几代时阵，伫北投这个所在，看到老车站，伊伤心内心嘞，嘛真感动。咱个陈明章陈老师，伊嘛写一条讲，咱个心爱火车站，这嘛是伊对北投人的一种北投车站的一种期望，甲一种怀念，通过歌曲甲展现出来，这点点滴滴，拢是。代表着北投人对这车站的怀念，甲伊的思念的支持。阮台北市政府，阮一定尽全部力量，一定让北投这个所在呢，搁较兴起，要北投这个所在搁闹热起，要北投这个所在变成一个国际化城市。请恁继续甲阮支持，请恁继续甲阮鼓励，阮一定认真执着。打拼辛苦地为北投人为台北市建设一个美丽观光好的城市，
再次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谢谢。好，谢谢陈副市长。刚有一句话我听得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4月1号是我们新北游车站的重生之日，对不对？真的就是我们的重生之日，非常谢谢。我们也期待未来啊，北投这个地方啊越来越发展啊，越来越发展。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立法委员，之前是台北市议员啊，他在议员的时候啊就非常的关心我们北投，特别是我们新北投车站能够赢回来，那一年也跟我们去彰化赢回了这个车站。来，我们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最美丽的最美丽的我们的立法委员吴思瑶吴委员来为我们说几句话，谢谢。谢谢所有今天带着温暖、带着爱、带着祝福，也带着怀念来到现场的各位好朋友。当然，我们要先谢谢我们的太阳公公，给我们一个最棒的天气，让新北投车站爷爷可以在101岁的生日回到故乡。我们是不是先一个温暖的掌声，给北投、给车站、给所有努力的人一个最温暖的掌声，好吗？那这一路都是感谢，真的是感谢。我在2006年，我开始接触车站归乡的议题。但是呢，远在我们投入之前，将近20几年，由我们北投在地的朋友由下而上来发起了让车站回家的文化复兴运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感谢八投里人协会历任的理事长们，尤其当我们这10年来车站回家走得比较有进展的这几年，非常辛苦付出的几位理事长，包括我们陈慧慈陈老师，包括我们林冠宏林理事长，包括现在已经在天堂看着车站回家的戴秀芬理事长，包括接手的吴哲生理事长跟现任的黄连庆理事长，谢谢八投里人协会，没有你们车站回家就没有开始。当然要特别谢谢当中一位非常努力的里长，就是我们的在地里陈张生陈里长，陈里长在吗？也谢谢陈里长一路的努力跟奋斗。当然也要感谢郝龙斌市长，在我们碰到民间跟彰化磋商进入困境的时候，郝龙斌市长在思瑶的质询跟要求之下，郝市长承担了，他说好，思瑶市政府来出面。我要请大家特别给一位在场非常努力的文化局局长刘维公刘局长，给他一个温暖的掌声。没有刘维公，今天车站也回不来。还有我们的副局长林慧芬林副局长，现在已经在中央文化部服务，谢谢你们，真的这一路都要感恩，当然要感恩柯文哲柯市长。车站从彰化2014年2月22号由刘维公吴思瑶我们八投里人协会的朋友陈明章老师戴秀芬理事长大家一起去把车站的构体赢回来，到现在3年多了。在2014年3月19号思瑶召集了一个会刊，就在现场，因为我们在地的居民跟文化界的朋友非常的关心车站可以回来，但是它要放在哪里。就在2014年3月19号，在我们共同的会刊决议有 ABCDEF 6个方案，而这6个方案大家关心的原址，就是现在马路的正中央跟现在的现址基兴公园的基地，两者相距大概50公尺，
但却是我们车站归乡最后一里路最艰辛的部分，因为我们需要跟公民讨论。经过六次的公民会议，我们共同的决议，在这里我们可以给车站一个安全的、便利的、大家活动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空间。所以回首这一路来，我想告诉大家，是的，我们做得不够好，是的，我们做得不够完美，我们没有办法让车站回到它的原址，因为它有交通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让车站100%都是原始的构建。有一些朋友，文化界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对于我们一路的鞭策。大家说车站看起来怎么蛮新的，其实我也非常关切。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一直追踪文化局会诊的资料，大家可以等车站开放以后进去里面看，它的主要的构造、主要的结构梁柱，87%是1916年的老构件，而确实在外观上，因为经过100年的风雨、100年的岁月，它的这些门窗都已经相对的破败，所以从彰化迎回来的时候，经过很多文资专家，经过很多的努力，那也只能把这13%不能使用的材料把它换成新料，所以这也许是小小的遗憾，这也许是不完美，但是我们都努力了。那当然有朋友说恰好等来有没有车站跟轨道，跟大家报告，这是我们第二阶段的任务。思瑶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台铁局的陆杰生局长来，就是希望台铁协助我们，目前全台湾还收藏着淡北线的老灰车头，那个灰车轨道那个车厢的大概只有4座吧，现在在台东。我希望跟台铁来协助我们，未来可以进行第二阶段的工程，把轨道跟车厢都能够重建回来，让车站的生命更丰富、更有意义。所以真的我们做得不够完美，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给一路辛苦付出的朋友应该有的掌声。这一路他们都真的辛苦了，是不是再给他们一个辛苦的掌声好吗？也谢谢陈景俊副市长率领我们现在文化局的田伟副局长一路盯到昨天半夜，我昨天半夜来这里巡视，田伟副局长还带着一群文化局的同仁在这里努力。那最后呢，车站回来了，我们最后一里路我们规划了很多公民参与的活动，我要特别谢谢陈明章音乐工作室的陈老师，今天晚上就有陈明章的音乐会。我要谢谢北投文化基金会洪德仁理事长、詹如东理事长一起来投入相关的活动策划。我要谢谢我们温泉协会周水梅理事长替我们协助很多相关的宣传跟活动的筹划的工作。我要谢谢我们台北艺术大学杨奇文校长率领北艺大的同仁为我们设计了一连串的车站归乡的文创商品。我要谢谢凤甲基金会邱代兴文化基金会的同仁们为我们来策划了第一个开幕展，大家可以进去看看这个策展团队的用心用力。我还要谢谢我们的观复宫，谢谢我们北投文物馆，谢谢北投温博馆，谢谢大大小小的北投朋友们，我们在地的里长们，只有感恩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那最后的感谢，谢谢我们在天上看着我们等待收婚律师长。我要告诉秀芬姐，一路有风有雨，可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把这个大礼除了送给北投的乡亲，我要谢谢在天上当天使的在圣婚律师长。北投加油，车山爷爷，我们会一路的守候着你，不会再让你流浪。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吴委员又把整个过程做了一个更详细的说明。刚
坦白讲，今天我接这个主持棒，也是为了怀念我们的前任的理事长八头岩协会的理事长戴守根，他付出太多太多，非常谢谢他。那我在这里也补充介绍，首先因为有太多我们北投区的里长也在现场了，因为刚忘了也来不及做介绍，我们是不是请所有北投区的所有的里长请起来好吗？北投区所有的里长请起立，来，大家掌声欢迎，掌声，谢谢，谢谢我们北投区所有的里长，哎，所有的里长，谢谢哦，因为来不及一一的来再做报告。另外，我们台北市的市议员汪志斌，汪议员也到了现场，还有林瑞图议员的办公室石主任，还有这个林慧芬林参事啊，我在这里做补充报告。好，接下来我们赶快进行下面一个很简单隆重的一个开幕式，有一个开幕式啊。那等一下呢，我们会请贵宾啊上台一起来揭幕，有一个简单的揭幕。但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火车头在上面，对不对？因为一个怀念的老车站哦，一零七五级的灰车啊，叫什么铁轨哦。那比他去看的是一个怀旧的石刻钟，哎，石刻钟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游客报时间。那未来这个石刻钟会一直摆在我们的车站里面，它不会就直接拿去仓库了啊、哦，会摆在车站陪着我们每一个这个每一个民众啊、哦。好，来，我们现在请贵宾上台一下啊，请贵宾上台一下，来，贵宾上台，麻烦文化局也帮忙协助邀请一下啊、哦。来，贵宾上台，准备来揭幕。揭幕，我们前面放的就是怀旧的石刻钟，哦，怀旧的石刻钟。哎，我们有一个简单但是隆重的揭幕啊、哦。好，好，对，牵着绳子就好了。注意哦，等一下要往后掀哦，往后掀，看不见卡的哦。好，来。我们新北投车站百年一站风华再现，好，揭幕开始。好，揭幕。哦吼，弟弟声响了哈、哦，弟弟声已经亮起来。我们现在先让大家拍照哈、哦，前面的赶快，因为后面还有我们摄影的机器啊、哦，麻烦尽量身体压低一点哈。哦，来，我们也比个赞一下哈、哦！哇，太棒了！火车的汽笛声啊，记得车站，记得火车一定要启动啊！哦，大家爱关心景象，谢谢谢谢。好，这个开幕式之后就代表我们新北投车站要开幕，要启用的哦。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我们的所进行的。来，先留在这里，先留在这里，麻烦。移到那个红线的后面哈、哦，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入内参观，但是哎，我们移到红线的后面。好，各位，我们即将要请我们的陈简俊陈副市长带领贵宾，第一批的贵宾，等一下要入内去参观。